去年第一次参加我们道杰音乐会演的青城山的弦乐团。这个乐团呢，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道杰音乐会演，但是在之前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友谊之旅，就是我们2005年做了一次海峡两岸，也就是大陆和台湾的道杰音乐会。在那个道杰音乐会上呢，我们青城山弦乐团第一次到台湾去参加了演出，他们就是表演的今天我们街上看到的青城仙韵，那种仙风道骨，那种道长特有的气质，那种只能在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只能是在我们仙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仙风道骨的气质。好，请欣赏我们青城山弦乐团，我们带来的《青城仙韵》。呀。